40耶，你一毕业就直接领30000多，超扯。想要反直销啊，不会输给你的。是我邻居，他中班就辍学了，加入我们之后一个月屌赚20几万。那个邻居伟杰没见，就这样约也太突然了吧，想说这么久没见了聊一下。是哦，狗屎，小子之后就没有再见面了，到底想干嘛。对了，阿阳，你有在当然有吧。那你有听过安利吗？等一下，阿伟，你知道现在二病的薪水多少吗？34340耶，你一毕业就直接领30000多，超扯。想要反直销啊，不会输给你的。是我邻居，他中班就辍学了，加入我们之后一个月屌赚20几万。那个邻居是被霸凌才辍学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连上很多弟兄也是被霸凌过的，他们进来除了赚钱还练了体能战技，现在买车买房，把那些曾经霸凌过他们每个都霸凌回去啊。相爱最骄傲一个月都要10几万，你们一个月4万的人付得起吗？我们可以。阿阳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这是我们每个月去沃克牛排开会的照片，除了分享每个人对内衣的品味以外，还认识很多的朋友。阿伟，你有在当 YouTuber 吧？有啊。要多少订阅？讲个数字，我现在就帮你。我想破百万可以吗？部长，我有朋友的频道想破百万的，可不可以请军中的弟兄帮一下啊？这成长速度居然直接海放理科太太。可恶，好诱人呐。不行不行，要坚持自己的立场。上钩了。你想放弃国军这么大的人脉吗？我是在介绍一份工作给你，一份脚踏实地的工作吗？我认识一个学长，一开始我也很排斥他，但他现在在外面是知名内衣厂的主管。哎，集中托高吗？细肩带、隐形肩带、小可爱、双拉式肩带，全部都有。哎，阿伟，加入国军，朝着曼代马脸前进。前辈，对不起，我想退出安利，加入国军，为全世界的女性创造幸福。